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啊，可能对于有些事情，我会有些情绪，会让你也不舒服，但都是因为我在乎你。对不起，不生气了，好吧？哎呀，其实我也没有怪你，确实方小雨有的时候开玩笑特别没有分寸嘛。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他保持距离的，不再让你误会。Julien, t'es pas gêné contre Emilia? Non. Elle sera demain après-midi. C'est vrai. C'est vrai.明天啊，咱们还得再去找一趟米娅。哥，你说这刘备啊，三顾茅庐就请到诸葛亮了，咱都拜访米娅多少次了，他怎么就那么铁石心肠啊？你是不是没有听过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他真是太难见了，又愁死我了。哎，哥。咱要不要去看看穆小姐？关你屁事！不是，您看，您天天在工作上对吧？就偶尔去一下嘛。说，回去别偷看我手机。哎，哥，去哪儿啊？找墨菲啊。哦。你跟着我干嘛？我换衣服。穆小姐，你先上去吧，轩哥在上面等你呢。我帮你停车就好了。上去吧，拜拜。你怎么来了？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了。你发的朋友圈我看到了。什么朋友圈啊？而且是因为我太高兴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米娅的事儿，谢谢你啊。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举手之劳。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小事，举手之劳；但对于我而言，是一件大事。我女朋友真好啊，她一直帮着我想着我工作的事情。我今天必须要承认一个错误啊，可能对于有些事情，我会有些情绪，会让你也不舒服，但都是因为我在乎你。对不起，不生气了，好吧？哎呀，其实我也没有怪你，确实方小雨有的时候开玩笑特别没有分寸嘛。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他保持距离的，不再让你误会。我谈完了工作之后就要回去了，但我一有空就会过来看你，啊。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回跑看我，哎。
会不会太辛苦了？看你还辛苦吗？怎么会呢？想起你心就会扑通扑通，怎么办呢？见到你脸颊就变得粉红，你靠近我，连空气都变得甜蜜过头，而来不及反应呢，就走火入魔。Bonjour, vous faites. Qu'est-ce qui vous ferait plaisir? Je veux du jambon là. Jambon. Vous êtes chez le 老板很少啊。我经常来这里。500 grammes de porc, s'il vous plaît. Vous dites? Yeah. Thank you.看起来挺可爱的，他人超好，是吗？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免费的东西。完了 ，Thank you, merci. 哎，等等，回去吧。阿俊，是不是很好？Merci, au revoir.